村三基土，是岩潮的画家王公望一定有名的代表作品，还过去中国十大名画其中一滴。为了学生的看到也安等真的作品，云林县轮播国小就特别拍了王公望太师的山水太陶像，搭帮陶冶技术团体验，而使人呢对山水画有初步的认识。讲演技嘅学生同顶演技嘅小朋友，介绍富春山基土嘅作者系名人，还有啲部分是读到某嘅事情。透过学生对学生嘅讨论介绍，本小朋友很客家群艺术，了解作者想要传达嘅心情。山水画的技巧有那个笔触的重或轻，还有墨水的浓和淡，还有两个，一个是三圆法，还有移动四点。跟闪点透视，我总共练习了14天，然后呢，在上课完练习完之后，我开始对这些国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不然原本我都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轮播一个小同父母科技太好，下咗来拍王公望太师嘅山水太冒险。电视播喊王公望马水拍仲太前，带到家嘅太师嘅反扑作品，希望艺术同你们教育在乡下当见。培训小朋友导览跟勇于在人群面前表达，那这样子的养成过程可以带给学生就是提高自主学习还有问题解决的能力。轮播国小吼真重视吼美感教育，所以讲涂好去吼，拢无心情一条真正的土吼，啊真买的神神买的物件，啊如当写住念，啊希望讲吼写住贵不使好出奖的物件。除了欣赏作品之外，学校未安排美院太条件同拼图游戏，本小朋友体验水美创作的酒店。学校讲透过发展同体验，本小朋友多年来学，提升对山水画界美好素养。刚刚新闻李新龙云林报道。